刘一星、滴乃梅带出场，比基尼场子 Suzuki。这不是在拍《今日我最美》哦。今年度国际比基尼小姐台湾区比赛昨天举行开跑仪式，历届比赛脱颖而出的比基尼小姐难得同台走秀，亚洲嘉宾是她，有美胸皇后之称的刘一星担任本届评审，不过好像发现哪里怪怪的。咦，她引以为傲的滴奶好像缩水呢，不然换个角度再看一次。比基尼小姐排排站，她胸前气势也明显输一截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啦？不是刻意的，因为想说比基尼的焦点交给他们，那晚礼服呈现的是比较优雅的感觉，所以 focus 比较不会在胸部。你会觉得只是要比？还好啦，还是有低，只是没有那么集中。可是扁的，侧面开始扁。真的吗？应该是还好吧。各位摄影大哥，给我点时间，然后一步交代，我等一下回来。你跟黄安婷的那个三围好像是差不多，可是你刚这样看过去，觉得有差很多吗？你知道，其实每个女生都需要里面塞一些东西，跟做一些手脚，才会让你的罩杯升级。所以今天整个气势输了，会下一次会更努力，下一次会把它绑回来。对，下次会把它带出来。今天就是让它呈现自然的状态。董新闻台北报道。